29段的对吧？嗯。来，朝哪一块？朝这个。然后放在这儿。把这个口合上，口合上，然后这边，这高度应该可以。看一下它这边，管子稍微高出来这个齿板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把盘固定好。就。哎呦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对吧？对。我不知道它要不要控制。